小米想吃棒棒糖，我把这个棒棒糖给它蘸上一点儿彩针，我给小米送过去，看看小米喜不喜欢吃呀？哎，小米去哪儿了呀？咦，这里怎么没有小米呀？我去看看有没有在屋的后面呀？这孩子怎么到处乱跑呀？一会儿这个棒棒糖就化了，他就没办法吃了。哎，有没有在后边呀？我去这个屋的后边看看有没有小米，看看小米有没有在这后面呀？哎，看到了没？那个地方有小朋友，好多人呀！我去看看有没有小米呀。小朋友，这里有没有小米呀？啊，有啊，有小米。谁掉坑里了？小米不会掉坑里了吧？哎呀，我当你掉坑里了了。来来来，你看妈妈拿了个棒棒糖。哎呦，可热了，可热那就别吃糖了行吗？嗯，谁掉坑里了？他刚才上那一下去就上来了。哦，又上来了。要注意安全，知道吗？不要掉到坑里啊。